Empire Beach Bridge, Juliet, November 159er 683. 12 guns, 2 rounds. AT delay in effect, target number.我把他机枪手打掉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零号呢？有人 N 方向。还有一个在往 NE 方向跑。报告首长，各单位完成干道准备，请指示。好了，行了，下一步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刚收到情报，现在请打开地图。在地图上的我已经标注了 Capture Mile Vanaga 的那地方是一个研究设施，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些 VX 就是在那个有一些 VX 毒气从东欧的某个小国被偷走了，然后据称有一些知情人加引号的，然后到了地图上的这个研究设施，虽然是一个废弃的研究设施，但是我并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把它重新启用，用来研究他们的毒气。然后感觉应该会有会有生化武器或者脏弹一类的东西被制造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到那个地方收集情报。在当地负责的军阀叫做 Mel Vanagard， 然后我们的任务是把他活捉回来。我们在当地有一个线人，他的代号叫 Bushman， 然后他现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交通工具，就是在地图上我标注的 Code Bushman 那个位置。我们的任务是先到那个 boat 点拿到我们的船，然后乘船到达 Instant Spot， 然后从 Instant Spot 我们去找到 Bushman， 然后找到他给我们提供的交通工具以后，我们就是驾驶交通工具到达地图上的 Rally Papa 那个据点，然后再从那个地方我们再开始进行行动。行动的具体执行方式是我自己会潜入到 WP1 点，然后你们两个到 WP2 点进行观察，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进去那个抓捕目标。有任何情况的话，我们是暂时没有后备的，所以只能靠我们自己。没有空中支援，没有 Medivac， 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只能靠我们自己，所以放机灵一点，不要一开始就被敌人发现了。如果情况发生变化的话，立刻向我报告。在 Rally Papa 的地方，我们会做进一步的策划。然后现在跟我走，我们准备去找直升机，然后我们先到达放船的地方。走。ETA 10 seconds。阿凡好玩吗？下船。好了，我们得先去跟那个代号 Bushman 的线人会合。你们两个到上面去侦查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图。警戒。Fox 稍微慢一点，不要跑。对，跟上你了，继续移动。能直接在远处发现他。OK， 现在来我这个位置，来我这个位置，我看到了几个不错的掩体。这边灌木丛比较多，现在那个低姿态，低姿态。先跟我汇合。
车了。好了 ，Fox 和零号，你们两个到那个 W 方向有一条公路，到了公路以后 ，Fox 你检查 S 方向，然后零号你检查 N 方向，我在你们后面跟着。收到。移动。收到。前面那几个石头可以做掩体，顺着路检查一下，他应该是在路上面等我们。好了，现在去你们两个的各自的方向，顺着路检查吧。零号，你去 N 方向，找到他了，告诉我。我先在原地等你们，你们去找他吧。收到，发现目标。收到，零号过来。你确认？收到。几辆车？是一辆乌拉尔，我不确定是什么卡车。好了，稍微靠近一点，保持警戒。零号跟 Fox， 你们去道路的 SW 那一侧，从小山坡上面接近他，我从这边接近。零号跟着他。小心啊！我现在还不能确认他是不是我们的人。哦，我在这边发现第二辆卡车，在斜坡下面停着。卡车后座好像都没有人。报告一下你们现在的位置。在小山坡上，能看到第一辆卡车，第二辆卡车现在没看到。我知道，你们先慢慢接近第一辆卡车，检查一下，然后我去检查第二辆，同时接近。现在听我指令，准备 ，move。检查一下周围的树丛什么的，看看小心，可能有人藏在里面。还有车。驾驶室里是有人的。我知道，去。看一下是不是平民，如果没有武器的话，过去跟他对暗号。暗号是。是平民。车动了。对一下暗号 ，Fox。零号保持警惕。红茶加不加糖？收到。确认了，是他。好了，现在是这样子，他现在是两辆卡车都可以开，然后躲在卡车底下那个是他的伙计，不过这家伙临时决定那个不干这行了，因为他怕死，所以可能现在只有 Bushman 自己跟着我们。然后是我们现在是就是等于说我们有车，但是没司机，所以我们只能开一辆车了，我们开旁边这辆吧，下边在坡上面停着的这辆。你们先上车，那个感觉。先不要把枪露出来吧 ，Fox， 不挡你。好了，转过去挡住车就行了。往前走，走到那个建筑物的后面，把车挡住。好了，现在这样，你们找个人先过来看住他。我现在告诉他，就是说我把枪放到他旁边了，等我们走了，他才能把枪捡起来。就是等我们走到他看不到我们，他才能把枪捡起来。所以我现在准备把他解开，你们先看住他，防止他做什么蠢事儿。好了，我把他放开了，然后检查一下地图，我决定一下后面的计划，还是刚才的队形移动吧。零号，你先保持能看到他，然后等咱们真的看不到他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再看他了。收到。只要他在那之前没把枪捡起来，我觉得还是可以信任他的。大约147度，正前方还有150米。
小心啊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基本上所有的城镇还有设施里边都应该是有敌人的。我感觉 AI 透过灌木层从而能看到我们的，应该是晚上应该没事。我们前面就是 A 一点了，就在这个柱子下面。好了，从这边分开了，零号你跟着他去你们的点，路线你们自己定，然后但是不要通过无线电告诉我，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选择切换一下无线电的频道。我现在去那个 WP 一。Good luck。呼叫零号，收到，请回答。我调一下无线电 ，Ctrl 加 P。有任何情况需要更改的话，跟我报告，我在频道一。我这边也发现了两个巡逻队，两个人的巡逻队，我已经标在地图上了。零零，他只有一个人，你准备好就开火。听到你们的枪声。这个人卡在石头里，刚才。我这边也可怜了，他们走了，我没看到他们离开的方向，我先朝我的点移动。零零警戒，我操，这人就在我前面。Alpha Blue calling Alpha Green， 收到，请回答，完毕。我已经到达那个研究设施的外围围墙附近，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？Do you copy？ 收到，刚才在看地图，我们已经到外围了，但是里面有四个点，外围情况还不清楚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在观察一会儿。想办法摸进设施，你看看有没有车辆什么的，先把他们的车辆搞掉。这里是 Alpha Red 呼叫 Alpha Blue。我看，收到，听见。我在地图上的位置发现了敌人的车辆，还有卡秋莎火箭弹，我现在给你标注一下。我也看到了，186度。看到了，刚才在。墙角来，先观察一下。我这边也消灭一个目标。准备好了，开火。我这边击毙两个目标，我发现敌人的车辆，我在他们的卡秋莎下面设置炸药，是否收到？收到。看到了，先把外围搞定。防空后面应该还有两个人。你换一下你换一下你直接说话的频道，我又能听到你了。
啊，你掩护我后面，拉开距离，跟我拉开十米，到八米左右。我在地图上的卡修莎那个点放了个叉子，我标注了一个叉子在那个地方，是否收到？收到。好了，我去检查这几个设施，你们如果可以的话，可以往里边进了。我在设施里边清理掉两个人，但是好像都不是目标，不是军官的样子。我听到他们讲俄语了。收到。哦，等一下，另外一个设施里边我好像看到疑似目标了。我们这边也有卡丘莎。那个我标一下啊。我又在设施里边击毙两个。零零掩护一下，我去车底放个炸药。shit 他妈，我感觉我中计了，我这里边设施全是空的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是否收到？我这边的设施里边什么都没有，我要出去躲一下，我觉得他们会来找我。他们果然过来找我了，我这个点是假的，你们那个点应该是真的，我这边没有目标。我这边准备引爆了。我们这边怎么办？引爆吗？引爆。我现在去你们那个点跟你们会合。刚才来找我的几个人，我炸死。炸药引爆。啊，把其他车也给炸了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在你们引爆的那个方向的 NE 方向，注意不要攻击我。我现在正在从那个管子附近过来。收到，等他过来，玲玲，先看着周围。你们可以进入设施了。我准备进入设施，你们也可以进去了。玲玲，检查弹药。我听到枪声，怎么回事？他在房子里面打我们，透着墙。那你也可以透他。我们不知道他在哪儿啊。情况如何？你们那边？完好，安全，但是有一个 hacker。我已经进入设施了，我现在在往车辆爆炸的地方移动。我可在地图上看到你们的位置了。进屋可以先用闪光弹。你们在哪儿？我要看到你们了。友军不要开火，找到你们了。一会儿是我先扔烟雾弹，不是，我先扔闪光弹，然后再进去。三二一。开了，门开了。我觉得门是自己打开的，可能刚才那一瞬间正好有人。小心一点，可能正好有人。刚才门是自己开的。击毙一个。我扔闪光弹进去。准备。Flash out， 进。去检查后边那两扇门。检查弹药。收到，这边还有一个门，这边还有一个门。你无线电讲话听不到。我说
我现在这边还有一个门，我先去看一下另外一个门对面，我来检查这个。啊，这两个门清空，那目标应该是在这个门里边。算了，看看你这个。我这里发现一个敌人门里。这个击毙他。击毙。等我呢，准备开门。等一下，我先，好，你开门以后，我往里边扔闪光弹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。准备好了，可以开。三，二，一。我发现目标，发现目标。好了，我抓到他了。妈的，这家伙不太那什么，零号押送他，我们准备走。情况有点不对，我呼叫我们的线人，他没回我。走吧，我们自己去 LZ 趴吧。听到车的声音，快离开。他们的增援到了。OK。有大概700多米。车上来了，车上来了。我去这边石头上面干掉他，你们先躲一下。我把他的机枪手打掉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，零号呢？有人 N 方向，还有一个再往 NE 方向跑。走，快走。是的，队形一样，快走。方向对吧？方向对着的，朝 NE， 先朝 NE 方向走，不管怎么样，先朝 NE 方向走。零号带好他。收到。你走前面，我断后，零号走中间。N 方向，很多，一个小队趴下。我在石头后面，朝反方向走。我躲一下。零号把他去掉，他倒下了。这是机枪手，从另外一个方向绕过来，先把人质放这。放下了一下。Grenade out。Grenade out。还有，看到了。我往前查看一下，别打到我。收到。有敌人就在你们正前方，我不知道什么位置，我听到他说话了。看着他了。在边打边撤。我这边确认击毙两个。我真还有。我现在在上面能看到他们，我正在攻击，击毙两个，还有一个在你们的附近。情况如何？应该还有，我过去检查一下。收到，我刚才在上方击毙了两个。
我继续在人质旁边。收到。这是死了吗？啊，这个死了。我刚才看他手里边还拿着枪。看他们击毙了多少。哦，行了，那个你找到最后一个人，我找到了，他也死了，在这儿的。零号带上人质走吧，继续去 LZ 趴吧。收到，来了。报告一下弹药情况。Red 剩五个弹夹。Red 剩五个弹夹。Green 十五个。收到。Blue 九个。收到。我来开路吧。这么多弹夹。我来开路，你那个什么掩护他，你在后面掩护他，断后。我带了二十个。我发现一个漂浮的大石头，呵呵。稍等，在这地方能看到那个点了，能看到我们撤离点了。我们的线人躺在地上，好像，操！加速，死了。加速过去，加速过去，加速过去，好像出问题了。我不确认是死了还是什么的，但是他躺在地上，有其他人，而且车还是完整的。可以跑到前面那个小土坡上面。我也这么想，先去前面小土坡。动子跟上，动弹夹，跟得上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车，我看一下情况。好卡。他被草挡住了，我现在不知道他什么情况。F 也没事，热成像能看到，关键是周围没有热源。收到。你先过来，我已经，刚才是你说话吗？哦，不是，我们俘虏说话，让那俘虏闭嘴。看到小鸡鸡，小心建筑物，小心建筑物，我去检查一下，你们保持警戒。收到。线人死了，线人死了。检查一下车辆，检查一下车辆，肯定是受到袭击了，看看有没有爆炸物什么的。操，军车 ，NE 方向。进建筑物，全部进建筑物，上二楼。你进去了，都进去了吗？快进去，先上二楼，二楼好防守。军车是朝我们这方向来的。一辆吉普，你放地雷是没问题，但是我现在没办法，找不到那个车了，他去哪儿了？有人看到吗？零号把这个俘虏在 NE 方向。零号把俘虏放到你刚才在那屋子里，肯定有步兵，肯定有步兵在附近的，小心点。数量，一整个班。角度。350多，将近360，正北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距离200。进来人了。收到，我听到了，那是你的地雷是吗？对。击毙两个，进来了两个人。他们现在知道我们在里边，小心下面 ，Fox。我现在 weapon free。大量，五个，一个小队，冲进来了。楼梯口放了地雷，不止，好多，注意。我看着楼梯口，你俩随便打吧。车也进来，他们想进来。
楼梯口放地雷，小心点。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车辆收到收到，车辆的机枪手和机枪手还有司机我都打死了，他旁边还有一个敌人在朝我开火。fuck， 远处还有敌人。我操，车上面司机还活着，他把车开走了。哦，他把自己人撞死了，好吧。fuck， 被这个窗户被压制了。W 方向大量过来了。Weapon jam, weapon jam, weapon jam。打准方向，1:3。NE 方向击毙5个，那辆车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他妈的，他要是不上来，那地雷我可不会拆。我操，他踩到你的地雷上了，怎么不爆啊？我操，不知道啊。等一下，我用手雷把你的雷引爆，都让开。Frag out。楼下全是人，然而雷并没有被引爆。哇 shit， 那个机枪手刚才在那个地方等着我的。你还有伤害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手雷一下。有个键，我记得可以爬的。好，我出去了。我在下面。怎么样？先别动，先别动。B 啊，按照阿玛这引擎，二楼高绝对摔死啊。楼下击毙了2个，你们可以下来了。楼下那2个我击毙了。我来，你放的雷，你先去躺雷试试看。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别朝我开枪，我上来了。等一下，他在拆雷。无外围几人尸体把雷盖住了，那雷坏了。走，还有人在医疗用品，还有人在我们附近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听到他说话。我带上人质。好了，我干掉敌人了。我下楼了。下楼。还有啊。我干掉了2个了，出来以后。刚看他走过去。搞定了。应该是死透了，再补几枪。先下来吧，先下来，我们准备找车撤离。人质出来了。收到。哦，有敌人从那个 NE 方向过来，大量。我看到我先回去了。来吧，我雷射指的。我开火吗？开火吗？等一下，放近一点。这地方地形有优势，而且你还有这个，开火吧，现在开火，对着那建筑物扫。
零号把人质送上，五里边最后一个送上卡车，把人质送上卡车。我要从你们面前走过来。在雾里边是吧？屋里边那个我不确定死了没，打他几枪，再补几枪。可以下来了，可以下来了。尽快吧，速度快。那我开车吧。走走走走走，我先把它放上去。我电话，我电话，你们去开车。他进去了，他进去了。快点快点，好，准备上车。上了。我上来了。走吧，撤离撤离。你这路线选的不错。哎，有人在附近。在哪里？你的后方，他没看到我们，我不知道他是没看到我们还是不理我。我想后边的敌人发现我们了，他在朝这边过来。打，开不了了，开不了了。我看不到他了。十号位。车来了，车来了，快走快走。先上车，先上船，走。带着人，带着我，我去把人带上。我垫后，快走！走，我带着人质，走，撤，00，撤，在下头，收到，看到了。上船，都上船，都在上船。来，上船。谁在开船？为什么这么卡？说让他。为什么我觉得人？我操，车在前面。有人，赶紧走。他看不见咱们，走吧。太黑了吗？哇，好多车！别朝那辆车开枪。哦 ，BMD 来了，在我们后面。为什么这个人质看起来这么悠闲的坐在上面？哦，任务完成，干得好，哥几个。不过这家伙也太悠闲了。好了是吧？Stalker 5-1, Stalker standby for information.